里导游 A 钱无极限，可是领队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我是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因为连我都被蒙在鼓里。我到南非的时候，他说导游跟算命师一样，在车上的时候直接讲，哎，我告诉各位，哦，这个地方自然非常不好，为了保命，护照里面夹个100块美金也好。讲完之后，真的不到五分钟就来了，就持着什么 AK-47那种长枪上车，吓死我了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晚上10点，小明星抖存单。